拿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钢琴基础教程一，克列门蒂小奏鸣曲的第二个乐章，也就是教材的第95页到96页。这个乐章里面大家最大的疑惑应该是里面的颤音以及附点节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两个节奏应该怎么弹。首先我们先看调号，一个降七号，降 B，那也就是 F 大调，注意所有的 B 也就是固定调里面所有的 C 记得要降，然后它是一个行板，所以速度上面呢不用太快，但是注意底下有一个温柔的啊，所以我们弹的时候控制住不要太激动了，要有温柔的感觉。那我们先看第一行的左手，左手比较简单，第一第二个小节都弹一样的，就是这个 F 大调里面的 F 和弦啊，四二一，中间那个三呢它是三连音的意思啊，只是这个小节它有写出来，然后后面呢它就没有再提示这个三的，注意那个三不是指法就可以了。然后到第三个小节呢它就弹的另外一个转位的 F 和弦，弹了两拍，第三拍呢就收回来 C 和弦啊，然后就用回来这个 F 和弦就这样。那右手呢比较简单，我们直接两个手一起来啊，弹到后面需要讲的我们再把它展开来说，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手可以轻轻松开，二三下来，一二三一二三，到这个，注意啊，我刚刚在数的是左手的三连音，一二三一二三，因为到后面呢有需要用到这样的数法。右手呢它是一个颤音，这个颤音呢有两种弹法。有一种呢就是在一些其他版本的教材里面有把它直接写出来，就跟它这个三二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三二弹两遍，三二三二加上那个尾巴一二，也就是六个音符，那左手三个，那就一个左手两个右手，一二一二一二，这样去操作，那连起来就是这样，这样去弹。那还有另外一种弹法呢，我们就不要管它那个三二，直接把它个颤音的给弹出来。但是这种弹法呢，就这个右手弹的音符的要多一点，左手一个，右手四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因为要加上那个这个尾巴，所以到左手弹第三个的时候要弹五个，连起来试一下。当然弹多一点的这个是难一点的，这个呢看自己的能力去决定你要弹简单一点的还是弹难一点的这个弹法。然后到最后一个小节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连线呢从左手连到右手，那这种呢它其实它只是一个过渡，那所以的这个左手连到右手这六个音符呢就不要弹得太重了，轻一点带过，然后后面这个呢要渐强突出到第二行那里去，然后到第二行这个左手又连到右手去，这六个音符还是一样啊，它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呢不要弹得太重啊，它弹的是这个降 B 和弦，第二行第一个小节轻点，然后呢又是跟前面一样，所以这三个一样的音呢我们就渐强，把它突出来，那左手呢收回来，这次用五三一弹这个 F 和弦，我就上来啊，然后右手的三个三个连线断开了，那这个呢更方便我们去操作这个渐强，渐强啊，然后这里的应该是有难度的是这个十六分音符应该对左手的哪个位置，那我们再看看左手弹什么，降 C 拉发啊，然后就变回跟上面一样，哆发拉，收回来 C 和弦，哆咪嗦，换个手指弹哆咪嗦，好，我们两个手合在一起来看看应该怎么弹，渐强，再渐强，好，然后这个手呢准备好了以后呢，这个右手后面那个十六分音符呢就等这个左手弹完这个，等下一拍的第一个中间啊，我们用之前那种附点的那种弹法啊，就把这个练左手的一二三呀，一
二三，哎，这个右手是六分音符的，就是这个哑的位置，一二三哑一二三，注意啊，这里是要从强到弱，一二三哑一二三，换手指。它其实就是卡在第一拍跟第二拍的中间，然后到下一行，下一行左手换的这个动作呢，是为了这个五更快的去找到这个锁的位置啊。那右手呢就三个三个三个，然后渐强，啊，然后就下来，哎，先把这两个小节弹了，左手啊连线不要连在一起，可以松开，好，然后手指收过来，咪嗦。手一起，一二三四五六，好，然后左手呢，发嗦嗦，哎，这个五二呢就是这样换手指按住，哎，然后就后面抖，嗦，抖，刚刚我在一拍里面数一二三一二三，就是在这个地方用的。因为前面我们一直都在弹三连音，但是到这一行倒数第二个小节这里没有三连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弹错这个节奏了。好，那这两个小节我们看看，右手是拉发来下来咪哆，这里呢可以做一个渐强，等这个法瑞，然后双音连接，保留手指按住这个五，然后这个米哆一四收弱，两个手一起来，法瑞二三渐强，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然后到后面这里比较简单，渐强渐弱。哎，就是又是三个音，三个音连在一起分开的。那我们看看，是发拉瑞，嗦降 C 瑞，拉哆瑞，然后渐强，收弱。那左手是哆降 C， 是发嗦。三个连在一起的，咪嗦哆发拉哆，把手收过来啊，所以它连线分开了，收过来，双音连接啊，记得中间这个二四，这个四是要降的啊，换收弱，然后后面渐强，轻轻的，哎，好，我们两个手一起来。这个是从这个降开始，哎，这个一三是要收回来啊，但是要注意这个左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个右手这个一三跟这个三五是没有时间的，所以这个一三都不要停下来，一二三。就一样了，注意右手就变成了哆降咪，哎，又有这个颤音了，所以跟前面一样啊。但是注意啊，刚刚我们在第一行的时候呢，我们是往上的。往上走的，但是这个呢弹完以后，哎，是回来这个位置的，这个需要注意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前面说，左手一个右手四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
选择一个就行了。记得这个要降，哎，这里的就不要渐强了啊，要把这个感觉的收回来。一、二、三，然后放手。左手是哆，降 C 上来，把哆发。一个小节都是，哎，然后到下一个小节变成降 C 来，嗦收过来，这个。然后 C 和弦哆咪嗦，然后下来发拉哆发哆拉发，就是一个爬音。那右手呢，就是三个渐强。哎，又说这个十六分音符，注意是卡在这个左手的这个和后面一个啊。我们先把前面这里弹了一二三。渐强，一二三呀，然后这个发呢要稍突出一点，然后把这个音量收回来，然后这个一的要收过来啊，这个是五四三，然后就一，左手降 C re so， 哎，然后就收过来，哎，又是这个颤音了。最后这里呢，把这个温柔的感觉，把这个力量呢收回来。第二个乐章就讲完了。这个乐章的速度相对慢一些，所以只要搞明白颤音跟附点，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那下一次我们再讲速度比较快的第三乐章。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赶紧去练琴吧，拜拜。